哼，部落的代表。要是没有赞达拉的舰队，我们跟联盟的这场仗就只是找死。 让这些赞达拉人加入。有话快说，小子。动起来！他必须到塞拉摩跟我们见面，否则这一切的准备全都白费了。塞拉摩，他绝对不会答应的。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服他，快动身吧。 我会的，祝你好运，贝恩。看来你收到我的消息了，我们时间不多。你需要什么吗？我们合作之下，迅捷复仇号就停靠在港口外面，泽林会带我们过去。空间不大，请忍耐一下。 伟大的航行小岛苗头人会让我们平安又快速地抵达目的地吧。这艘船的船员都对希瓦纳斯无比忠诚，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我也不愿意，但是今天恐怕要见血了。 到了，泽林，你在这里等。 我们去扫空甲板，你一下令，我就破门而入。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会是一场。小心一点，这样一来，里面的人都会开始警戒。确定敌人吗？ 我们就到它了，快，准备让船起航。为了艾泽拉斯，我们不惜一战。 务必荣耀先祖！你们花了不少时间，我还以为你们被逮到了。情况有点复杂，不过我们可以离开了。 那事不宜迟，勇士。无论如何，我的家人都会安然无恙。海风啊，灌满船帆吧，引领我们的船只穿越大海。
珍娜女士，距离上次在塞拉摩碰面已经好久了。塞拉摩不存在了，你找我来不是来叙旧的吧？不，我带了一位迷失已久的故人回来。我的亲哥哥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贝恩。你说，他也是女妖之王的傀儡，全身灌满了荒野吗？这次的炸弹是他吗？没错，原本是这样，但贝恩在我被控制前救了我，没有让希瓦纳斯得逞。我还是你哥哥，珍娜。像星光，永远不会变。为什么？部落里面出了问题，我们点燃了战火，却任由大地之母死去。我们忘了真正重要的东西，我的心再也无法忍受了。希瓦纳斯一定会杀了你，恐怕还会牵连更多人。一旦失去自我，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得回去了，我会珍惜与家人相聚的这段时光，希望你也能好好的珍惜。牛头人昂首而立。我们是大兵。你今天的付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，保重勇士。只有这里才是我的家，别把生命，绝对不能被人看到你搭乘这艘船。你的符咒绑定在赞达拉港，应该能让你安全回去，与浪潮同行。赞达拉人好像不怎么喜欢我。一定要让赞达拉的舰队加入部落。一定要让赞达拉的舰队加入部落，绝对要办到。有话快说，小子，动起来。什么事？稳住航道。
最新的八卦是什么呀？提高警觉。哎，你好吗？很高兴能帮上你的忙。为星夺雷带来荣耀。会倒下。你好，为了希瓦纳斯的胜利 ，Anaria Shola， 再会。你好。一路平安。什么事？黑暗的时代会过去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干掉他们有事。哟，做你自己。什么事？我有个不太好的消息。看来我们之中有叛徒。你们多数人都不用担心。不过德瑞克·普劳德摩尔可不是自己逃回库尔提拉斯的，他一定不是独自行动。泽林，我住手！是我把普劳德摩尔送回他的家人身边，你也把他变成被遗忘者。不过你不打算给他自由意志，你想控制他的心灵。我不能袖手旁观，眼看部落的人堕落到这个地步。感谢你这么坦诚。
女妖，难道我们都只是你手中的棋子？是你背叛了部落？不，背叛的是他，还有你。把他带走。其他人也会看清你的真面目，希瓦纳斯，你会毁了整个部落。软弱的家伙在部落无容身之处，别忘了你们的忠诚。永隔森林的美永恒不朽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奎尔萨拉斯。